要挤下去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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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它中间是不是有屏障？八八八八八点六。哎，真的有一些屏障啊！今天我来玩新的地图，耶！新图，这个地图很酷，它有一点类似 UHC 那种概念，就是它只是一个指令包，你只要开一个新的地图，套用指令包就可以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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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前面这个两大城堡。哦，这地图名称叫做据点战争。嗯，然后当你讲话讲到一半，大家安静的那一刻，就是。哦，比谁最会据点的据点王啊！啊，那这个游戏呢，其实最主要可以看到那个据点战争右边有写着什么寒冰圣兽、烈火圣兽。这个游戏呢，就是要保护你们家的圣兽。对，反过来就是只要把对方的圣兽给解决，你们的队伍就会获胜。那个圣兽它也是会移动的，会跑动的，甚至你可以召唤圣兽到你的旁边，所以就有点类似你要攻人家的核心，可是人家的核心会一直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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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改变位置。然后它游戏呢也有一些经济的系统跟职业的系统啊，但是我觉得玩了就知道好不好。好，我们可以先简单就是进去然后体验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这边的说明没有很清楚。好的，对，然后这个地图也是福岛创意的作者本基所制作的。好，我们直接进去吗？你们先可以先看第一本书啊，还有一些介绍。好，他重点是他的职业系统每20分钟可以转职一回，就是你可以改变。好，然后它还有一些技能的系统，但这要到游戏里面才会知道有哪些职业跟技能。嗯，然后最重要它的经济，它也是挖了你的钱就会在 tab 上面，然后它购买是可以直接，你可以开商店购买。然后它是矿物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，就是你在地表上也会随机生成矿物。可是那就是给地表要作战人去挖，因为地表的矿其实不多，那你最关键的还是在地底去挖。好，然后地底的话它可能就会是一些原生的，就是看你麦块地图怎样啊，就是地底会有怎样的一些矿。对，那你就是换到铁镐基本上就是每个矿都可以挖。然后游戏的时间就是前10分钟是无法伤害的，10分钟后开始才是可以互相伤害，然后圣兽也是才可以打。好，然后游戏时间过了10分钟吗？这是多少？10分钟？对，10分钟，600秒，600秒。我说3000秒是多少分钟？5分钟？50分钟？50分钟？50分钟？对，多了过了50分钟后，圣兽就是第五阶段，圣兽就会开始慢慢的扣血，所以一场游戏基本上一小时就会玩完。然后这个游戏还有这个英雄系统，就是你杀人杀多了，那你就会变成英雄，你就会能力变得更强。但是你死掉，相对的你会让你的圣兽扣血。因为你是很强，可是死掉也会有负担你的代价。了解。那其他的我们就玩了就看看啊，先随便进去。下一场再正式。没问题。OK。有没有进来？哦，第一阶段收集资源有，所有人收集的位置，对吧？对啊，先熟悉啊，先熟悉。第三本书就是那个职业，有六种职业。其实地上的矿还蛮多的哎。地上的矿，我统计是什么？你要升级镐才有办法去挖。哦，然后中间也会一直在会提供矿，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打仗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像治愈师可以把圣兽招来，然后牧师可以召唤老鬼，骑士可以补血跟抗性，矿工就是挖挖挖挖挖，爽挖一番。好，然后比较特别就是刺客可以移动位置，然后隐形，然后还有枪手，枪手其实是一个富豪战法，他因为他的子弹全部都要买的。哇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技能相关，不过它技能 CE 都还蛮久的，你就可以看要怎样组合。所以我们的圣兽是那一只鸡吗？
小鸡啊，他是圣兽，不要小看小鸡哦，不要小看我们的圣兽，小鸡很强哦。我以为是那只牛哎，小鸡很强，我怀疑这样，他就是我们的圣兽。对，好哦，最最保护这个圣兽跟攻略对方的圣兽，原来好、哦。圣兽嘞，就是我的试御师可以把圣兽招过来哦，好哦，鸡鸡都是我们的圣兽，圣兽保护鸡鸡大作战。那游戏比较特别，就是它的垫脚石都是要付费的哦，就你们身上如果选完职业，你们随便选，它应该就会有个十字石墙。有十个，对，它就是你消费两块钱就会垫出垫脚石，嗯，然后比较特别的那个商店呢，就是那个招商福种啊，那个南瓜种子的样子，那、你 Q 出来，它是 Q 出来就会有一个中介箱出现，哦，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你不用回收，你只要远离那个中介箱，它的那个就会自动收回，嗯哼，很酷哦。啊，商店购买就是一样按 Shift 加左键就会购买东西。哦，可以买买稿子看看。小雨，我们做这个根本完全没意义啊！我们在外面采果子。对啊，因为它是生存模式，可是所有的东西你破坏都会直接消失，没有掉落。耶、yeah. ！对，所以果子很重要。这样子 OK 吗？啊，我在采果子哦。我们就正式来一场喽。好，它的矿是随机生的，是不是？矿对是随机的，地表的矿是随机生成，然后它生成的时候会发光。你为什么变石膏了？那地底的矿呢、地底的矿是就是你麦块，因为它是就是说像我说的麦块它是生成的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调啊。这张是特别调过，双方底下是镜像。哦，对，那我们。要重开地图，好，OK。商店都有玩过吗？你们要各自开开商店看看、喔。这里有，这里有。过去，商店在哪里啊？就是中间巷。种子丢出来，种子丢出来啊！可是重点是你附近有的话，他会跟你讲。哦，嗯，不行。啊，拿着种子，你也可以看到自己家圣兽跟敌方家圣兽的坐标。哦，种子。这个圣兽很关键，就是你可以挖到地底很深。然后把圣兽招过去也可以，哦，对，只是因为圣兽都会发光，所以其实也知道坐标，所以也都知道怎么去侦测。我实在是好没有钱哦，可恶。对，就是其实你先挖石头就会有钱了。我挖到他自己已经1000了，问号？为什么？我在矿哎。哦，哇，他自己小事伸手吗？哎嘿，地图没有重置的技能，所以要重新。好，好，要边玩边理解了。对，没问题，因为我也没玩过。Big 哥，安安，大家安安，安安，家安安。嗯，它特色就是每次地形地底的矿可以随机啦，因为你的地图是可以自己造的，没办法单一的，然后直接套路，然后就可以产生的地形。了解，了解。所以它套路之后，它的城堡那些是固定的，地表是固定的，哦，那地底是就那个一般麦块的，对，地底的矿好像就是它自己看你们麦块如何。啊哈！哎呀，啊，来，我不晓得是怎么了，都一直乱吹。哈哈哈！啦吧啦吧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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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八九，谁还没进来？打不到你干什么？不啦，好，哎，嗨，又一个，嗨，嗨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上来了。那就来了，过程当中，好的，好，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你有问题我也不会回答。第一场就是我们各自摸索，看看，好，那就来准备哦，嘟嘟，好，开场放点水嘛，
不要打太凶，打太凶，前十分钟也没办法打，前十分钟没办法打架，十分钟后才可以打，然后二十分钟后会有一些随机的事件。他最旁边会有屏障吗？我可以跑离这个地图去外面生存吗？有屏障，有屏障着啦。你想出去啊？干嘛？可以到地底好不好？地底生活。商店有一个东西购买，就是让你可以直接付费，然后直接回到地表，所以你可以在很地底生活。好，那我们红队一下呢？啊，红队。嗯，红队拜，红队拜，不用想，红队拜，就是打小鸡游戏就对了，打鸡鸡，啊，红队打鸡鸡，拜，打鸡，打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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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咕叽咕叽咕叽，你们烦了，他烦心呢，怎样？烦心？冇啊，想讲你拢冇讲话，舔吗？呵。天，那两个箱子是干嘛的？哎呦，选职业哦，选职业哦。哎呦，职业矿工，矿工，矿工啊！我们矿工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矿工不给钱，不给钱。矿工不是每秒会给队伍人钱吗？他是地图哦，有旁边有边界，我想说可以继续往外走。搞啊，直接往下。搞是不是什么？离开到最下面去咯，这随便挖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他是说随便挖啦，我不知道到底是试看看，发现新矿脉。但是想挖矿。哎、欸，你们重生在哪里啊？是山吗？刚刚是在房子上面啊，房子上啊。我怎么在小鸡旁边？真的假的？哎、国王？国王吗？他有国王吗？是吗？他有国王机制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在想。知道哎，这样子要挖多高啊？哎呦，我挖到水，哎呦水，我挖到洞了，我挖到洞了。你挖到洞了，你要大发财了。你看我的钱，你看我的钱。看到了，我想说，我刚已经很发财了。怎么看钱呢？哦，他要是你有挖到矿物就会那个。快点快点，把那个种子 Q 出来，召唤那个啊，那里地内才可以开商店啊。他说：“赶快买稿子，换买矿稿子，挖比较快。”他说：“必须在空矿的地方才能丢出来，为什么？我地底下不能啊？”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空一格就可以。我在一个空地上面丢、欸，有呢，我要在领地内、欸，而且周围有人开了，请到紫光一同使用。我的发，我敲掉了、欸，我的稿子没有重生回来、欸，不是我的那个种子，我的也是没回来，我也没有回来。你附近走一走看一下、欸、哦，有你差不多跳一跳、啊、走一走晃一段时间就回来哦，有了、啊、跳就好了，跳就好了、啊、我刚刚看介绍他是说跳一跳就好了，跳一跳就哎、欸、他真的不让我丢哎、欸、为什么我刚是站在原地然后把他 Q 出去就好 了还是附近有人开我这附近应该是没有人啊，必须在空旷的地方。嗯嗯，不知道。 OK， 我刚刚在一个洞底下都可以开，为什么我都开不起来？还是要应该在领地范围内？应该是在领地范围内。我是在城堡下面了。嗯、我刚刚开是在城堡下面开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哦，你刚开外面的。铁、啊、镐，对啊。哇，我挖到岩浆了呢！哇哦！哇，是一个超大的岩浆池呢。上供，增加你圣兽，让圣兽认证承认你的能力。这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给钱呢，我不知道干嘛。增加能力，对啊，他是说让圣兽承认你的能力。嗯，那个50块那个对不对？啊，那是那个。圣兽周围不存在 DNC，、哦、我他亲眼传送至身边。哦。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这个没有电脑，教主问啊，他那个电脑是在花钱，我在上课呢，就是一个2块钱。感谢徐小木盾，小木斧，小木可以，小木斧，金苹果，七分熟牛排，哦，还有七分熟，要不然五分熟比较好吃啦，三分呐、啊。哦，三分熟太腥了啦，不会啦，嫩呢、欸。
还有漫山叉戟耶。可是耐久万用机关枪，那个新的稿在吗？好有警报式发光粉机关枪弹夹，回爆裂弹夹，返回地表。嗯，好像可以直接从你选那个，然后可以直接回去。五十格以下啊，好、哦。挖到峡谷哎、欸！哇，他们三千多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啊？啊，就挖到东西了吧？对啊，这大挖特挖。看一下，现在高度多少？看得到，碰挖不到，在外面。垫脚。还有个后用箱。好，感觉是一个挖矿游戏，感觉是哎，复杂。上上下下，放置副手，蹲下装填，放置副手，蹲下装填。哦，装填进度。哦，哦，其实这个游戏很舒压哎，什么都不要管，我就做挖矿就好了。真的、嗯，给他们打击吧。挖矿游戏，而且挖矿又好快哦，好开心哦，真的，好幸福的游戏啊！哇哇哇哇哇！有人找到垫脚石进来夜吗？嗯，我是那一颗哦，我垫脚石在身上有一个白白的，不是他要买，买不用买啊，直接放出来哦，他放出来就他直接扣你的钱，对，直接扣钱。哦，然后就让你不知不觉花很多这样子，一个两百，谨慎消费，谨慎消费，一切都是计谋，就跟玩手游刷卡买抽卡一样，不小心就抽下去了。对，抽哎、欸，这个抽一下三十颗宝石，还好有强迫症的，很没有那个哎、欸，颜色不一样，强迫症就啊这里少一个，那边少一个，然后又不知越叠越多这样。哎，好好把颜色就长不一样了，不要用强迫症看。